最近微博上开始了各种回忆杀，爱情魔法师王子变青蛙，公主小妹恶作剧之吻，满满都是青春期的回忆啊。那个时候的弯弯偶像剧，还有一部也是很经典的，就是范文的星星。这部剧播出之后，仲夏夜之星的手链可是一度成为饰品店的爆款，刘荷娜饰演的夏之星也是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刘荷娜2004年出道，2006年在周杰伦白色风车的 MV 中出演女主演，2009年刘荷娜出演松药店的儿子们，饰演吴恩智。不过呢，2011年刘荷娜与李荣奎结婚，便淡出了娱乐圈。2013年刘荷娜生下了儿子，现在刘荷娜已经31岁了，但时常会在 ins 上更新自己的动态，看她的自拍和以前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，有点认不出了。除了晒自己之外呢，刘荷娜也经常晒自己的儿子。刘荷娜的儿子今年4岁，长得非常可爱，一家三口在一起也是很幸福的呢。最后一句，这部剧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场大火的戏，当初也是感动的不行呢。